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大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的这首歌是根据《黑悟空》改编。然后呢，这支舞蹈是一支传统的中国古典舞身韵片段，同时呢，也会给大家保姆级的教程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准备的时候先站直，然后左手按掌按在胸前，右手经过你的身体中间，抬头往上看，到这儿，这是一二，然后三四的时候出你的右脚，同时你的左手往上提，然后右手经过中间往下摁住。好，大家注意，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身体往前趴，它只是在直立的过程中，左肩往后打开，右肩往前摁。好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身体的这个线条就很修长。好，这是三四五六的时候，重心慢慢的往右边移，然后用你的右后背往右边靠，同时右胳膊抬，眼睛随着你的手慢慢的移动到这里，五六在这儿。好，然后再慢慢的重心移回到左脚，在这个时候手右手经过一个大圆开始往上翻开，在翻开的同时勾你的左脚，七八回身，两只手在胸前交叉，然后哒，两只手经过大腿的位置，然后画一个最大的圆，同时眼睛往你的二点方向看到这里，这是三。好，三四不动，五的时候两只脚蹲，然后你的右肩开始往回转。好，在你的胸前画一个圆，然后同时眼睛往上看，然后左脚抬，这是五，然后回，七，八。好，紧接着一二三四的时候，左手往回拉，右手经过一个大圆往回包，同时转圈，绕着自己一个小圈到这里。好，这是第一段快板。好，第二段慢板的时候是左脚一，半脚尖三，好，三步，一二三。好，你的手是右手高，左手是手心，右手是手背，经过中间穿插，然后搭这么一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手脚加在一起，左右左。好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给胯，很多同学是这么样，这样就会显得你整个 pose 比较矮，所以呢一定要把你的左胯移出去，然后眼睛往右看。好，到这个地方我们连起来来做一遍，五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紧接着是移重心五，好，出右手六往下看，七的时候倒重心往右倒，七，同时往下一，这个地方左脚移动，七八一二，然后再挪一步三。好，这个地方的脚是快跟，左脚去跟你的右脚，哒，三到这儿，然后紧接着回身，刚才这个动作我们已经教过，然后慢慢的经过你的头顶，然后眼睛往上看，哒。好，在这里之后紧接着上步，哒。好，说一下这个步伐，哒
到这儿，然后一二，首先打开左右脚跟上来踏步，然后紧接着眼睛往前看，这个腰是从你的右旁腰经过前腰，然后经过你的左旁腰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立半脚尖。好，我们把它连起来做一次，这个地方是哒哒哒，含胸啪，然后一个踏步，从旁腰到前腰到旁腰立半脚尖，然后圆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回到前面，然后紧接着是一个翻身。好，说一下这个圆场，圆场的步子是脚后跟挪到脚尖，脚后跟挪到脚尖，脚后跟挪到脚尖，所以大家在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平稳，一定要保持连绵不断，所以是哒，身体留住，眼神留给观众，回来。好，这个圆走的路线是一个八字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一个八字过来，然后另外半个八字再回来。好，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我说一下手，手是经过你的身体包一个半圆，好，回到中间，然后呢，再画一个立圆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平圆，一个立圆。好，走到这个地方，面朝你的二点，紧接着的动作是一个小五花推出去，所以这个小五花的时候上左脚，左脚，然后右手盖住含胸，然后推，推出去之后，然后是哒哒哒。好，这个节奏我说一下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好，紧接着这个动作啊，七啊七八，然后右手画，两只手一起画圈，一个大圈，一个小圈，然后两只手一起提，然后经过上落下来，然后手慢慢的经过你的身体两侧，重心移到后脚，前腿慢慢的吸，同时头慢慢抬起来，然后到这个位置哈，变。好，变完了之后，含胸，然后慢慢的转，两只手打开，哒哒哒哒哒。好，接下来我说一下这个转，这个转是以你的左脚为重心，右脚在旁边快速的挪动。然后你的重心是以中间为主，然后旁边手是跟随。大家在做这个转的时候，很容易很着急的身体往前，一定要避免这个。对，身体往后倒，旁腰保持这个 pose 不动，只挪你的右脚。好，这圈动作做完之后回身，然后紧接着是一个青龙探爪，提你的左脚，把你的右手抬起来，然后身体和眼睛从左边经过手指尖到胳膊肘，再到你的肩膀穿。好，连起来的时候是打刷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立穿。然后紧接着这个动作是胳膊肘弯，对，保持大臂不动，只弯胳膊肘，回小臂。回来，然后经过里面，然后往你的斜后方穿，然后回身，手交叉，哒，一个简单的亮相，一定要注意把身体转过来，这个点就不好看，一定要转过来。对了，好的，然后转过来之后含胸，然后踢你的右腿，右左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含，右左。然后身体留住，跑半个圈，回来，回到左边，然后双手交叉，出你的右脚擦地，哒，结束。